这个礼拜，韩先楚坐不住了。哦，从15号开始呢，这个美军呢，就不断的派出小股装甲部队寻找我军，进行骚扰作战，搞得前线的战士们呢，吃不好，休息不好，很麻烦。是的，根据前线的情报，敌人在一周之内就3次进出吴山里，4次进出金梁场里，还有3次进出利川。 现在这美军啊，倒是有点游击队的范儿。邓华总长，你说这李奇微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这李奇微不是个善茬啊，一上来就这么黏黏糊糊的反复骚扰我们。我分析，他就是想探听我们的虚实，摸清我们主力的位置和作战意图。一旦抓住了。 我军这个粮草弹药补充不及时的时候，就会抓住时机，向我们发动反攻。所见略同，所以啊，这就是为什么我紧急叫停队原因。还有情报，是美国人开始抽调在本土参加过二战的老兵入朝。另外，也把在釜山的第10军调到了前线。美国人现在在3期线的地面部队。 已经高达25万人啊！我们没有海军，美军根本不用担心，我们会在他们后边登陆的。现在所有的人呢，都放到前线了，希望3月份再进攻。只是担心呢，美国人不会给我们这个时间呢。邓华同志，接下来这个仗一定是一场恶仗。是的。 Gentlemen, after 10 days of Operation Hound, where we attacked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tentatively, I could tell they're avoiding us. It's clear they're running out of supplies. That proves my theory of their 7-day strategy. We should not leave them any time to rest. 现在很多同志都不理解。 为什么我军在势如破竹的大好形势下，突然停止了进攻，就地休整啊？为什么不一举拿下釜山，解放全朝鲜？毛主席说得好啊，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美帝，这可是一只武装到牙齿的老虎啊！ 毕其功于一役，这个想法是很危险的。吴司令，说说吧。好，同志们，我长话短说，我负责3个月的志愿军的后勤工作，这3个月比我打3年的仗还累。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了在战斗中。 后勤工作的重要性，我们部队现在有些同志说呀，我们现在有3怕：1呢，怕没饭吃；2怕没子弹打；3怕受伤之后抬不下去。但是这些问题要解决不了，要想在朝鲜战场上打持久战，门都没有。美国人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他们是13个后勤人员共1个兵，我们呢？ 是1个后勤人员共10个兵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打不打呢？从后勤的角度上来看，我们最少得休息1个月之后，才能重新投入战斗。大家要做好两手准备，如果前线呢能够继续维持现状，那我军呢就可以继续休整，加紧囤积粮食、弹药，等待。 国内新的兵团到达，可是最近呢，美军有1个多礼拜了吧？不断的对我军进行试探性的进攻，我觉得这个里面是有名堂的了，啊，邓华同志。从种种迹象来判断，敌人随时都有可能向我们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所以啊，大家要做好准备啊，不能懈怠啊。报总，紧急电报，情况有变。
同志们，我们没有一个月的时间了，这第四次战役已经开始了。On the 25th, tomorrow, the 1st, 9th, 10th Corps, plus two South Korean Corps, should organize a massive offensive, attacking from the west to the east. We'll give them a big surprise. Yes, sir! I have only one requirement for all of you. Do not make the same mistakes again. Don't be lazy and rely on public roads. Make sure you seize the surrounding hills. I want you to stay together and move together. Use your howitzer fire to cover each other. If we are able to stick together as one. We can avoid their penetration. Yes, yes, sir! Codename, Operation Thunderbolt. 1951年1月25日，李奇微指挥美军第一、第九、第十军和南朝鲜军第一、第三军团，共计23万余人，由西至东，逐步在全线向我军发起大规模进攻。各部的后勤补给啊都没上来，粮弹还没有解决，问题很严重啊。第九兵团还在闲行整训，十九兵团还在国内。目前我们手头上能打的部队，满打满算也就20来万。这一次连人数都要输给敌人了。要命的是，我们这次要打的是阵地防御战，这等于是在以己之短去克敌之长。不仅在战法上毫无优势，反而极有可能将自己陷入被动。现在开战，弊处太多。彭总，能不能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再想想办法？好，命令各部队立刻转入防御作战。我给毛主席报告。主席，彭老总从军事的角度提出这样的建议，我认为完全可以理解。可是美国已经把和平的面具撕破了，政治外交层面很难有效果。美国人的目标至少是38线，我们往后撤15到30公里，满足不了美国人的胃口。这场防御战我们非打不可。前3次战役，我们解决了能不能进攻的问题，我看这次战役啊，就是要解决能不能防御的问题。给彭老总回电，必须顶住，不能把汉城轻易让给敌军。不但不能退，还要坚决彻底把敌人打回去。好的，既然毛主席和中央已经做了决定，那我们也不用瞻前顾后了，就是坚决打。三兵团和十九兵团呢，现在正在抓紧入朝，咱们后方这个底气还是很足的。我这不，我今天特意把韩副司令给留下来了，大家在一起碰碰头，看看咱们下边这个仗到底该怎么打呀。美军的主力现在是在西线，兵锋直指汉城。东线是南朝鲜军的两个军团和美第二师，这一次美军是准备充足，反扑是异常的凶猛。可反观咱们呢，不管是兵力还是物资上都是严重的匮乏。西至水源东，到袁州全线告急，预计在一两天之内
美军就可以推进到汉江以南，距离汉城也就20多公里。幸好彭总在8号就果断地下达了停止作战的命令，给大家争取了2个星期的休整时间，不然情况会更糟糕。嗯，现在还不是我们同敌人展开正面决战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主动后撤，重新构筑防线，加强补给，这是上策。这次这个美军呐，来势汹汹啊，光是死守你是守不住的，要有守有攻啊，以攻驻守这才行。彭总啊，嗯，你是不是已经有想法了？哎呀，我是这么想的啊。哎，西线呐，这是美军的主力，火力爆，战意足，我们在这儿的目标啊，就是顶住，不要让他给破了防线。在东线呢，这是南朝鲜的部队，我想呢，在西边我们放2个军，把4个军放到东线上，让东线我们的部队大踏步的撤退，把南朝鲜的军队呢给他放进来，抓住时机，嘿，打他个反攻，击灭敌人之后呢，从侧翼去解西线汉城之围，西顶东放，好啊，田忌赛马，这是一记妙招啊！我们就是要在美军的眼皮底下，把我们的主力哎转移到东边来。哦，可是彭总，这样一来，西线的压力会很大。嗯，如果我们在东线的作战意图无法完全实现，西线又被敌人撕开了口子，这会对全局都产生影响。邓华同志，久守必失啊，知道吗？而且现在就这个局面，你再这么守下去，撕破口子那是早晚的事情。明白了。这次呢，是全线作战，涉及到呢各个部队的调动，我觉得不设个前指呢，这肯定是不行的。韩先楚同志，到，你呢，负责指挥西线。是。邓华同志，到。你就坐镇东线。是。你带兵到东线去作战，需要多长时间？7天，至少需要7天。说定了吗？就7天。好，先楚到，在西边一定要给他顶到7天。是，就这么定了。彭总说的应该是险中求胜的唯一办法，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哪2支部队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38军必须有。可以。那另外一支呢？我看把39军交给韩副司令，2个王牌军。我同意。彭总啊，嗯，把2个王牌军都顶到汉城，东线会不会显得弱了一些？应该没问题。东边的南朝鲜军战斗力相对较弱，这样不妥吧？彭总，嗯，既然这次战役对东线的要求是速胜，而39军的特点是猛打猛冲，还是放在东线合适？哦，杜主任，行了，没有时间再争论了啊！这个事情我早都想好了。哪一支？50军，就把它放到西线。嗯，50军嘛，虽然它是一支国民党的起义部队，入朝作战以来呢，又是作为预备队，没有什么表现机会，但是，就冲着这支部队能够歼灭敌人坦克营的这个壮举，我看就没问题。这个事儿你再考虑考虑。就这么定了。马上开始部署吧，散会。表昭，到。去，把50军军长曾泽生给我请来。是。
soul. We are back in such a short time. General, we're just 20 miles away from Seoul. It's gonna take about 20 minutes by car. Tell me about the enemy. According to intelligence information, there are 3 defense lines on the south bend of the Han River, and they're digging for fortifications crazily in shellfire. It looks like they're gonna fight until the death on the south bank. Fighting against our mechanized army in such a narrow space is a rookie mistake for any commander. Not everybody dares to give up Seoul like you, General. Seoul is the capital of South Korea. They're here because they have political reasons. And I'm quite happy to see this. General, we received a telegram from General MacArthur. He is very content with our speed and asks us to push north after taking Seoul. He wants us to hurry up and drive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back to the Yalu River. He's always so vigorous, but just a bit anxious. No. This time he's right. Once we take Seoul, we'll have destroyed the enemy's main forces. It won't take us long then to push back to the Yalu River. Tell General MacArthur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is setting up defense lines on the south bank, which is a terrible mistake. We'll destroy them with the heavy artillery and the aircrafts, and we'll restore Seoul in 3 days. Yes, sir.我军扼守汉城以南地区背靠汉江，迎头挡住美三师、美二十四师、二十五师、奇一师以及多支美帝扑通部队。坐。是。这种阵地防御战没什么可说的，守住，那就守住了；守不住，人地皆是。本来咱们这个仗是不应该这么打呀。 但是形势紧迫，曾军长，我只是要求你啊，至守，给我定上10天。明白。汉江南岸滩头阵地能否守得住，决定全局的成败。这是我们五十军出国以来头等的光荣任务，我们一定不辱使命。当年你们还是国民党部队的时候。 田二庄战役，你们是固守豫王山20个昼夜，部队伤亡过半，可阵地却岿然不动啊！真不愧是一支善于防守的铁军。抗击日寇，是我们云南子弟应尽的责任。<笑>解放战争，打长春，你们固守在长春，我们三个纵队往里打呀。进城的布告都印好了。 那生生就没打进去，惭愧。这是我的人生污点。不能这么说，起义了，咱们就是同志了。我呢是站在军事的角度上肯定你的能力。我坚信，五十军就是我军最强的防御部队。谢谢彭总。 曾泽生必不负信任。38军跟你们一起守汉江，120师呢，
从侧翼来辅助你们。能够预见这场仗，部队的伤亡一定是非常惨重的。邓军长，如果实在是抵挡不住，你可以随时呼叫遥遥二师接替你，好不好？我们五十军有信心守住自己的阵地，等我们打完了，再请三十八军来接替吧。邓军长，汉江南我就交给你们了，全军的安危我就放在你的手上了。彭总放心，我知责任之重，五十军三万将士誓与阵地共存亡。一水待久了，敬你们五十军全体将士，我等着你们凯旋归来。是，干。天上地下的敌人炮火太猛了，战士们在阵地上伤亡太大，一个连的战士上去几轮轰炸就打没了。咱们不能这么打了，这样下去坚持不了多久的。我有一个想法，部队要化整为零，人员进行梯形配置，一个连守住阵地，其他的都在后面，一个班一个班往上推，这样能够减少敌人火炮的集中伤害。虽然这么守，早晚也会被打光，但最起码可以拖延敌人占领阵地的时间。咱们现在缺的是什么？不就是时间吗？我补充一条，人员要减少，但是火力要加强，手榴弹、爆破筒、重机枪，首先要保障阵地使用。人员前轻后重，火力前重后轻。迅速把这个战术传达到各个连队。我再加一条，白天丢掉的阵地，晚上想尽一切办法夺回来，寸土必争，不怕牺牲，牢牢地把敌人主力顶在汉江南。是。
march 3 kilometers took us 10 days and tens of thousands of artillery shells. Why couldn't we overcome those primitive field works? General, as you've seen, we've wiped them out over and over again. But every time, new enemy soldiers appear out of nowhere. We might take their positions in the morning, but they'd always get it back again at night. It may just be a kilometer, but we've paid dearly for it. How many men have we lost? Over 3,000. They're blocking us at the cost of their own lives. We cannot bear the same loss. We've broken through two of their defense lines. There's just one left now. I believe we can take the last one soon. The enemy is fighting for every inch of land in order to stall for time. If the first two lines are temporary lines, it means the last one is the real one, and to take it will be much more difficult. Yes, we'll keep bombing them day and night. We'll blow them to pieces. So which enemy unit is defending Seoul? It's the 50th Corp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which according to our intelligence used to be the 60th Corps of the Kuomintang Army. They defected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side 2 years ago on the Manchurian battlefield. After learning this, Taiwan said they would like to offer some help. No. The White House has clearly refused to allow Taiwan to send troops. No, I didn't mean sending troops. What is it then? 军长，前两道防线已经失守，现在咱们只剩最后一道防线了，全军收缩了阵地，再退就要过江了。不能退！伤亡情况，伤亡过半。这十几天里，五个整连、28个整排、118个整班全都牺牲了。现在咱们部队已经打散重建，以团级为作战单位，团长拿枪上战壕。旁边的38军呢？跟他情况差不多，伤亡过半，都在死守最后一道防线。 老子，咱五十军要没了，在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我们就要战斗到最后的一兵一卒。五十军不复存在不要紧，祖国不会忘记我们，团长牺牲了，师长伤，师长牺牲了我长，这一仗至关重要，我们一定要打好。放心吧，我上阵地看看。 参谋长，这敌人要搞什么？知道咱们是云南子弟，别管他们，让战士们趁机休息一会儿。 原来是蒋校长派人看我们来的。来，抓紧时间运输工事，运送弹药，转移伤员。回来，给咱一记个大喇叭。是。张德生将军，蒋校长念你多年追随，愿不计前嫌，宽恕你一时糊涂、叛国、叛党之罪。你如能迷途知返，率军。 当为重建民国之功臣，蒋校长决定授予你上将之军衔。
回去跟曾局长说，老姜给他升官了。问题是，他国都没了，哪还来的国防部？李左参谋长、白师长、董师长，你们都支持国民革命多年，蒋校长每每念你们人才难得，因战场失败，不得已而复逆，日夜叹息。白师长和董师长可都在国内呢，这老蒋的情报工作也不灵光啊。你们若能临阵倒戈，投向光明，蒋校长以人格、党格、国格保证，人人都将越级重用，奖励黄金500两。要是现在能奖励500个大馒头，我就谢谢蒋校长他8辈祖宗了。国军60军的官兵们投降就能保住性命，安享荣华。美军乃和平之师、仁义之师，不想将你们赶尽杀绝。只要你们放下武器，你们马上就能吃到热腾腾的米饭、烧肉、乌鸡汤、宣威火腿、烧耳块、过桥米线、松茸。现在说的尽是家乡的好吃的。同志们，我要中了敌人的糖衣炮弹，要难受就捂住耳朵。报告，我要喊话。你过来。报告参谋长，机枪手田文富报道。你想喊啥？想到啥说啥。去吧。是。对面的平山，我叫田文富，我当年就是种地的农民，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当了兵，有家根本回不了。自从共产党当了家，我家分了3亩3分地，我老田家第一次有了土地。而且不光我这样，我的战友们个个都这样。你们要让国民党再回来，我家的机枪第一个不答应。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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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美国佬的飞机天天轰炸，把朝鲜百姓村庄炸得鸡毛不剩。你们是狗屁和平之师、仁义之师，我呸！你们就是想搞什么大国杀人主义？是大国杀魂主义，一个意思。那啥，你要真念在同胞之情，就让美国佬滚回去！我告诉你们，只要50军还在，这个江他们就过不了。美国人操控联合国，不仅否定了苏联等12国提出的停火五波方案的修正法，而且呢，通过了污蔑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我看美国人这7点提案，也就是这3个主要内容。第一，现如今侵略朝鲜的不是他们美国，而是我们中国，并且要求志愿军马上撤离朝鲜。第二，美国联合其他国家意欲在国际上孤立我们，不给中国任何援助。第三，美帝还要成立一个所谓的斡旋机构，以此充当美帝霸权的发言人。真是机关算尽，寡廉鲜耻。哼，在投票时，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投了反对票，印度、缅甸也投了反对票，南斯拉夫等7个国家拒绝参加投票。印度代表指出，美国人公开的威胁他们，其目的呢，就是要不谈判、不停火、不和平解决，一针见血。斯大林同志也为此发表了谈话。主席啊，你看。记者问：
你对联合国决定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一事有何看法？斯大林回答：我认为这是一个可耻的决定。确实，如果一个人断言侵占了中国领土台湾岛，并侵入朝鲜，直到中国边境的美国是自卫一方，保卫他的边境，并立谋光复，被美国侵占的台湾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侵略者，那他必定是丧尽天良的了。嗯，主席啊，斯大林同志用词严谨，他能够用可耻和丧尽天良的词来形容，那只有美国人够得上了。哼哼，美帝真是三天不害人，走路都没精神。凡事啊，都有他的两面性。他为什么要害我们？因为他心慌啊，他想摆脱在朝鲜的困境，挽回败局。美帝的所作所为，就是要扩大战争。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啊，美方在积极行动，扩军备战。这是刚刚得到的情报。1月6号，杜鲁门签署了增拨200亿美元作为国防费用的法案，使其当年年度军事预算一下上升到了450亿美元。1月7日，艾森豪威尔到西欧各国拼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统一领导军队。1月25日。杜勒斯到日本策划单独对日，签订合约，加速武装日本。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他是要把亚洲、欧洲以及世界人民拉入战争深渊，完成他独霸世界的美梦。美国倒行逆施，终将会以失败和破产告终。恩来啊，你就针对美国的提案发表一个声明，来揭露和驳斥美帝国主义的阴谋。美国在提案中啊，号召其帮凶国家给他以一切援助，而不给中国任何援助。呵呵，笑话，中国人民从来不靠劫来之食，更何况是帝国主义的施舍。美国设置的所谓的斡旋机构，就是赤裸裸的欺骗，对中国人民是一种莫大的侮辱。对于这种非法的斡旋机构，中国政府绝对不予理睬。Hey, Oliver, how many have you shot today? It's gonna be 5 soon. Oh shit! Are you okay? Thanks God, I finally found you.